是有明星的小妹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，就是闷蒸到底要闷多久，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闷蒸的目的有两种，第一种的话是，粉尘接触到水的时候，它需要排放咖啡粉里面的二氧化碳。那第二个目的的话是，排放二氧化碳之后呢，咖啡粉会吸收水分，然后之后让水更容易对咖啡做萃取的动作。无论是就是气体排放或者是粉吸水，这两个部分都各需要15到30秒左右。那我们今天一样用88度的水，然后20克的粉，然后用20克的水，用40克的水做闷蒸。注完水的时间点大概是8秒钟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闷蒸到40秒。那大家可以先看到是，注水完之后，它开始在排氧、排气、排二氧化碳。那它这时候会开始慢慢的膨高。那我们可以稍微闻一下它的香气。那它膨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它就会停止动了。那现在这个过程是，就是它水在浸湿咖啡粉的时候。那我大概都会判断到它，正要往下之前就开始做第二次的萃取。如果闷蒸时间过短的话，咖啡粉里面的 CO2 还卡在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影响到，就是后续的水在萃取的时候，它进去到咖啡粉里面萃取的状态。那如果闷蒸时间过短的话，会有下列就是3种状况。那第一个状况是，就是它可能在冲煮的时候就会我比较好做粉墙，也可以做成厚厚的粉墙，可是它会让水更容易通过粉层直接完成萃取，就会造成萃取不足的状态。那第二个，如果我们就是闷蒸时间比较短，想要补足我们萃取时间，势必我们在第二跟第三段的萃取时间会拉长。但是如果这个是在做浅焙或者是中浅焙的萃取的时候，很容易造成积水。那这一积水下来的话，就更容易造成冲煮的时候的苦涩感更重一点点。那如果闷蒸时间过短的第三个会造成原因，是因为气体排放它如果不够干净的话，它很容易造成 CO2 带来的酸质跟刺激感，会造成整体的咖啡会有一点点比较灼灼酸酸的感觉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来示范，就是如果闷蒸时间过短会有什么样的情况。那我们一样用就是20克的粉，然后注40克的水做闷蒸，然后用88度的水。大概8秒完成闷蒸的注水，然后我现在只萃15秒，现在可以看到它正在排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接下来注水。那总萃取的时间我一样会落在一分，就是50秒左右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它风味上的变化。如果 CO2 就是没有排放干净的话，在风味上会呈现都比较刺激，然后毛边会比较多。如果闷蒸时间过长的话，就是这时候水待在咖啡粉里面的时间过久，那很多好的味道或者是不好的负面的味道的话，都会一起被萃取出来，就是会过度萃取。闷蒸时间过长的话，就是它气体已经被排放完了，那在第二阶段的时候，它其实就很难膨胀，那很难膨胀的状况下，它就也会很容易积水。那这时候它萃取了，除了闷蒸时已经有点过度萃取之外，它还会造成萃取不足，就是其他水都往旁边流的状况。那所以味觉上会有太苦太浓，舌面上会比较多粗糙的感受。
那这个是要焖一分半的。可以在20秒内发现它的气体还是在慢慢膨胀，那大概到20到22秒左右，它就开始停滞。然后我们这个会就是焖蒸到1分半左右。一分钟之后，你会开始发现它上面的孔洞，气体的孔洞会越来越多，那代表它这水其实下面已经慢慢的都要吸干了。然后等一下1分半在做冲煮的时候，其实它会变得比较难煮一点点，因为它气体都跑掉了，然后很难在第二阶段做萃取的结构。在正常的焖蒸的情况下，我们会发现就是给水之后它气体会开始膨胀，那大概到就是20秒左右的时候，它会就是一直维持在那个高度，那那个高度也会维持大概20秒左右，它就会开始出现孔洞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正常的焖蒸，我们必须要在就是这个孔洞出现之前，那就是我们合适的焖蒸时间。那没有一定说一定要几秒几秒比较好，可以针对豆子的不同的状态进行微调。像是如果豆子很浅，我们可能可以焖蒸时间加长一点点。那豆子如果很新，我们也可以焖蒸时间加长一点点。那如果比较深，气体比较多，或是其他状况，可以透过那一段后续的焖蒸时间去决定你哪时候开始第二段煮水。焖蒸的目的就是排放二氧化碳气体，跟让咖啡粉浸湿之后水进去做更好的萃取。所以说，不管是什么样状态的豆子，你必须要做足焖蒸的时间。那一旦做足焖蒸的时间的话，就会让整体的咖啡的风味表现，强度啊，或者味觉平衡度都非常的干净、明亮、香气明显这样子。大家如果对手冲还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然后我是有米线小美，谢谢大家。